是我一直想要带你去的海边。是九个月快乐，是九个月快乐。我跟你们说，浩浩给我偷偷准备了十九个月小礼物，还给我买了最新的 iPad mini 粉色的。他今天在晚上吃饭的时候偷偷给我看，他说他今天早上九点开始发售的时候就买了吧。嗯，你怎么这么好呢？你能送我 iPad， 但是不像我，我只能送你一个拥抱，谢谢，和送你一句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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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 ，Hey bro， 一点都不开心，别碰我了，你真别碰我，真别碰我，对你过敏，别碰我，别碰我，碰碰。不碰、啊、大家关注一下我的小红书，在浩浩没吃饱。怎么会呢？你就是这图被背诵的。怎么会呢？兔兔。怎么会呢？你就是兔兔。怎么会呢？我们的听你许久没播了，跟大家聊会天吧。他聊什么呀？这不都吹着我打屁股？哇，谢谢娜娜。谢谢娜娜，只属于你。说浩浩不是我的理想型，浩浩不是我的理想型，他剪出来，浩是我的梦中型。